星际突变成杰尼了对呀，因为我在想杰尼就正在给我们准备，已经其实都准备好了对吧，就是一场巴西之旅，刚才那个小小的一段，所以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跟随着杰尼的味道带给了所有的朋友们。你们现在闻到了吗？我还没有呢。杰尼，你居然忘了我们